他是我们六分钟呼一声的公益大使，也是最有爱心的巨星。欢迎大家记得六分钟呼一声，更要记得一起千人一块跳正吧，让我们台湾的女性朋友由内而外健康美丽。志玲也很久没有在公开的场合，在西门町的街头出现了，大家赶快帮我们多多宣导一下。谢谢，谢谢各位病友妈妈，谢谢各位志工，还有最美丽的公益大使林志玲。好，现在我们请大家定格拍照。好，麻烦志玲哦，跟大家一起合照一下，谢谢。好，这只是一个暖身哦，还是邀请大家五月的时候要到中正。